还有，修我，没有修啊。还有修我，咁好噶。哇，但系佢系给我打了烧鸭，要过着奢侈的日子。你看你们的，好热哦。 要变大的，大的，果然是大的。终于给它大的了，哎呦！我差点把它抖出去了，你还抖吗？ 最好应该有2斤重，哎呦，我扛不住它，接得了，我拿不住它，看很大条，我不敢拿出来，但比我脸大多了。 看我表演了，一斤多的，到了晚上又是我的天价了，要不要我请你？有那一瞬间，鱼就蹦跶出去了。行。 要碰着，就包到我这一圈吧。你那里，你那亮。我亮。盖着你那亮。
掉在那个上面了，掉了，我刚后面就掉了。这个螺肺不是最难钓，是最难解。哎呀，劲儿又大，又喜欢蹦跶，钩子穿出去了，刚刚挂在边上，自己钓到里面去了。又是这种1000多的，哎呀妈呀，我已经全部失身了，全死掉了，就被他们蹦跶的。全动了，下次先抖抖水，全动完了。这只鱼有点难吃，晒上野狗料呢，得意了。刚过来，钓我跟到，哎，中！哇塞，好大啊！滚！你也会钓大鱼啊？双飞好不好，懂吗？你是双飞，厉害厉害。一般人钓得着吗？你钓不着，那不就是吗？我就钓不了，又钓不了呗。没条鱼了。手都扛不住，看我手都扛不住它，很重很重，特别有劲儿。老肖晚上去买啤酒去了，因为今儿晚上很奇怪，胃口不太好。老肖没得，哥，再给姐喝一口。跟你说，我认识你的了，你不是那个云三条的老公吗？萧峰的老婆呀，大鱼。哎，钓不到50条鱼，我是不会反鱼基地。好啊，好不容易能换好了。10:30以后就起风了嘛，起风就没口了，就从4.5米换到5.4米，也是没口，困了。今晚的行情其实蛮烂的，就是那一段上鱼，后来就没再有鱼口了。就现在12点钟我们就撤了，回家了。本来老公还想钓通宵的，给大家看鱼货。新买的鱼货好长哦，哎呀，搬不动。看，这是我的，有几条也是老公放进来的，有个10来条吧，这边，有个10来条的，先放鱼桶去，一个个的来。我看老公这边的也还不错，今晚的比较大条一点，看吧，没见不到，有
有几条我勒过去的是你的，来我举上去。啊，也就二十来条吧。这条还是可以的，今晚还得了几条大的上面，是吧？手艺没过够，阿爸说过两天再来。明儿见了，拜拜。丽娘啊，我都没在这里，你没在这里，你在这里。